学啦，给他们三兄弟每人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我们拆开看一下。你们猜是什么？佛爷。我的是厨房。你猜是什么？算了。算了。我一的是八号的啊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你的是这个绿色的，二宝的是红色的，浩哲的这个是粉色的，你要打开。嗯。二宝，把书包背起来看一看。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们给孩子买书包，第一个的话就是他要护肩膀嘛，啊，脊柱。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它的空间，还有一个就是外观啊。就这个嘛，嗯，你买一个个就不好看啊。嗯。哎，不是这个啊。我的是红色的。嗯、这个。来，一个一个来看我这边书包。嗯，我的书。我一的里面可以放很多书呢。你放那个可以。妈妈，我的。好嘞。嗯。最好看的就是博弈这个了，哈。颜值比较高啊，又耐脏。这个的话适合女孩子。嗯。我们家二宝这个也可以嘛，哈。嗯，我不对，这个的话。这个款式二宝最喜欢了。你鞋子，我就今天最近的这个大的嘞，今天这个鞋子，哇，这个好看，最喜欢的。没事，现在这个可以，反正他现在超年轻嘛，也可以。哎，计划也好读书啊。他这里面空间也蛮大的，你看。这外面也可以装东西，妈妈这里边也可以放点小东西，这里面有一个小袋子，然后可以装文具盒，对，这边可以放点小本子什么的，然后这两边的话，你看也有个网状，放水壶啊，雨伞，对，放雨伞，然后再看一下里面。里面的空间也蛮大的，里面都可以分开的，你看。这书包很精致。对，里面这边放文具盒啊什么的都可以，大书小书都能放。嗯，那个不习惯，就这不习惯，一个秘密，一个秘密拿的呀，哥哥的就是秘密。啊，这里是秘密拿的。嗯。那个挂一个扣子，你看嘞，三根还喜欢，挂还加一个扣子。哦，对哦，这边还可以扣起来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护肩的，这里就免得防止书包掉。没得，那干不掉下去的。嗯。那个好好的，把它掉。就算扯也扯不掉这扣。而且你看它嘛，你看它这里透气性比较好嘞，这里是网状的。嗯。哈哈哈。三根加西瓜也得。开学季啊，就要准备书包嘛，是不是？其他礼物反正都有了哈，是吧？回去。回去是吗？书包喜欢吗？衣裳买的，衣裳买的衣裳。对吧，嗯，你看小姨衣服也给你买了，然后妈妈书包也给你准备好了，那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啊？马上就快开学了，现在已经八月中旬了，哎，你好好读书了噻，好不好？啊，也是你好好的去有钱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爷爷来了又捡红包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两个把书包用起来哈，不是背着玩的，是背着学东西的。那你们要加油啊！陈博又莫搞，要考个一妹妹，两个最先考个前哈都没啊！哎，没有，每个人都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学习啊！陈博要加油，考好大学，奶奶一定奖励你个大红包。哇，加油！听到没有？奶奶大红包都准备好了。对呀，哎不，加油，你们两个。加油！不是哦，这是大奶奶种植的呀。
阿爸，你喜欢吃辣椒吗？阿爸，你喜欢吃辣椒吗？我只能吃辣条，不喜欢吃辣椒。为什么呢？辣条也辣呀，辣椒也是辣的呀。因为辣条不比辣椒比辣条辣很多，所以我才吃辣条。辣条感觉就一丢丢辣。啊。嘿嘿，不热，感觉是透气的。来，一个一杯，还回忆，再回忆，回忆，过来，快点来。谁先来？谁先来？好，我得了，谁搞的还不服？谁搞的这么多？第一个完的有奖励。说完了有奖励，怎么可能？那那是刚刚打了羽毛球生日，骗的！对对对，是来的吧？给来的，来的，给来的。